知道错，你明白吗，胡大志？你懂不懂你啊？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好吧？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给我听着，哎。英俊，你不要说。看他们干了，都工作啊！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怎么了？你让我说，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我对你的忏悔。所有的人都知道，这是我最爱的你，是曾经那个不起眼的灰姑娘。可现在，灰姑娘已经涅槃成了一只金凤凰。专心工作啊，专心工作啊。祝福我，让我又找到我最爱的人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千万不要再离开我，好吗？我来。是。对了，你怎么了？你们家死人了？没有。上次不是说我演哭戏哭不出来吗？
我觉得这类人挺神秘的，所以今天专程来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。嗨，体验个屁呀、啊！我跟你说，那边我们刚好在拍戏，我当副导演啊。对了，有场激情戏，需要哭的戏，刚好适合你去试试。真的？这可是个机会，搞不好你会大红大紫呢。哎，帮我拿着。哎，给我的留着，哎，留着呀。来，快！哎，导演，我跟你说，他可是个明星胚子，叫他笑绝不哭，叫他哭绝不笑。要不让他试试？好，让他试。哎呦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。把剧本给他看一看。这样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场哭戏，你等你家老公等了三天三夜，突然收到噩耗，他死了，多惨呐、啊！一定要哭出来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啊，机会就在眼前。看看啊，哎呀，快走！这干嘛呢？站在这儿哭？我走，快走！我导演，可以好了吗？演员准备好了。可以开拍了。各部门注意了啊，马上开机，一二三开始。怎么可以就这样走掉了？我们之前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，才刚刚结婚，你就这样丢下我走掉？你给我承诺了那么多好的事情，你怎么可以全部都说话不算话呢？你这样丢下我一个人，你让我要怎么办啊？好，非常好，太有才了，非常好。这是一个苦情戏、要求的演员的基本功就是要会哭。就是，什么？我觉得跟你上次找那个演员很像的嘛。对呀，千真万确，如假包换，就是他。导演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呐，都是会进步的嘛。啊，我现在宣布，正式的邀请你。做我们这部电影的女主角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导演呐、谢谢导演。太好了。你养活我吗？我现在挣钱很轻松，我现在在一个电影公司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全都看见了。你不用再骗我，我只是一直没有勇气当面告诉你，我知道你在做什么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可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我现在很好呀，我现在是一部电影的女主角。导演说，我就是因为会哭，哭得好，才决定用我。不要再骗我了，你以前也是这么说的。这次是真的，我还要感谢你，都是因为你才迫使我去读四书五经，去读书学文化。导演说，正是因为我身上这份书卷气，是这个角色所需要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还要急事儿。这样吧，我下次再跟你解释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啊！一定要相信我哟。
有燕淑女在闺房，时而人遐独我长。河源交锦为鸳鸯，狐邪航嬉共翱翔。黄兮黄兮从我妻，交情痛逆心和谐。终夜相从知者谁，双翼俱起翻高飞。无感莫思始于悲。子成，你别这样了，啊！人都已经入土了，你就让他安心的走吧，啊！他要是知道你这么不开心，他能走得安心吗？河源交尽为鸳鸯，狐邪航嬉共翱翔。黄兮黄兮从我妻，对托子委永为妃。交情同意心和谐，终夜相从知者谁？子成，你让人去打听美丽的消息，有线索了吗？双翼俱起翻高飞，无感莫思是一辈。你怎么会想到去整容的呀？你不怕做手术吗？我不想让你再认出我来，这个愿望当时是那么强烈，强烈的让我忘记了疼痛，忘记了流血，强烈的胜过了一切。去整容就是为了让我认不出你来呀？
你有那么恨我吗？有，当时恨。那现在？现在，当你重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发现我对你的恨根本就是假的，那么快就烟消云散了。我怀疑上天根本就没有在我心里或者身体里种下那种叫做恨的东西。你还会好好爱我吗？从头再来。对了，邻居，我好久没有看到爸爸妈妈了。好想他们，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好不好？这个怎么了？雪莹告诉我，妈妈前段时间一直在医院里边照顾陈怡。妈妈照顾陈怡，怎么回事啊？陈吉他快不行了。相从，子成啊，你就真的打算这谁一个人过吗？那以后谁要照顾你呢？高飞，要保险。等以后美丽找到了，让她来陪你好吗？妈，妈。你都有新欢了，还叫我妈呀？妈，你也叫我妈？妈，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吗？你是美丽。三个小时啊？是啊。那都说些什么？谈
她的婚姻，她的丈夫跟她结婚，只是因为她长得像一个人，那个人是她的初恋情人，在这段婚姻里面，她只是扮演一个替身的角色，很苦、很累、很挣扎。那你给她什么好的建议？我建议她放弃这段婚姻，做回自己，寻找真正的幸福。说得好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有一件小小的喜事儿。这一次评选国内十大整形专家，结果出来了，其中有我。哦，是吗？那恭喜你了。谢谢谢谢。我想请你吃顿饭，咱们庆贺一下，怎么样？好吧。我是你的美丽啊，我是美丽啊。美丽，你是美丽。你笑一笑。是我的美丽，我的美丽更美了。爸，你看，他笑起来，不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吗？你还好意思叫我爸？要心里面有这个爸，你就不会这样做，甩手就走。爸，来，您坐着，来，爸。错了，对不起。爸，燕君他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他，好不好？我要是不原谅他，就不会给长运集团的荣董事长打招呼。估计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他这个副总是怎么当的。爸，原来我的那个副总是您给我张罗的呀。你看你爸他对你多好啊，根本啊就是把你当作他的亲儿子来看待。就这一点算你懂我是吗？林君啊，爸，上楼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美丽，你的妈妈，小花，小妈，陈毅的事儿，爸爸是不是很伤心啊？我看他都瘦了。我们去医院的时候，没找到人。吃饭啊！好，赶快回来吃饭。吃完我就立马回来。想吃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我说你想吃什么？什么都行。王子啊，阿姨，张总啊，美丽，您的信谁写来的呀？好像是董事长吧。哦，谢谢啊。快打开看看。爸，他这是。爸，爸，他这是。他怎么想的呀？你爸他怎么了？爸，爸他。你可千万别告诉我，他殉情了。你放心的走吧，我一个人也会好好的走下去。
我知道你会在天堂一直保佑着我，所有的遗愿我都会帮你完成。好，好，好！最后一个不同镜头完成，收工。好，成功了。这部电影今天顺利杀青。好，导演，你觉得我刚才那场戏还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够好的？要说意见嘛，你从头到尾对角色的把握都非常细腻，表演很到位的。哦，我觉得是不是和这个角色有相同的经历哦？没有，主要是生活中会观察一些。好，那个陈淑仪不是跟他说过让他和我和好吗？还要他快快乐乐的安享晚年，他怎么就连陈淑仪的话都不听呢？妈，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那是什么呢？其实比殉情也好到哪去吧。啊，他要出家当和尚。妈，妈，妈，先别哭，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爸找着，咱们好好劝劝他，好吧？可是丽丽啊，我们也不知道爸爸在哪个寺庙啊，他信上也没有说过。发消息了，真的？韦雪莹爸在什么地方呀？行，我们马上过来。嗯，爸在哪儿？就在城外不远的一个寺庙里边，雪莹在那拍戏，刚好碰到。太好了，英俊，我们快去吧。妈，去换衣服去，快。好。哎呀，瞧他爸爸！哎呀，爸！哎呀，你看你这身土啊！我说你堂堂一个大董事长怎么能做这种粗活呢？是啊，爸，我来干什么？爸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。是啊，你看大家都那么关心你，就多好啊。我是在劝我回去的。是啊。爸，咱们都是亲人，你能舍得下我们呀？天下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兄弟，都是我的亲人，我要把小情小爱变成大情大爱，爱芸芸众生，这样才能不执迷于个人情感，摆脱贪嗔痴，才能离苦得乐。哎呀，子成，
回去吧，不能让他家里人不管吧。不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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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汗，来，我给你擦擦啊。子成，你说你有多大岁数了呀？还做这种劳累的活儿？你跟我回去吧啊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好，不跟我回去啊，那我就在这陪着你。嗯，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好，我就陪着你。啊！温馨，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这是陈淑宇亲手教我炖的。你不就是守的那个陈淑宇吗？我这样跟你说吧，只要你啊肯跟我回去，当然还得和我复婚，那我呀就去整容，只能和陈淑宇一模一样，你说行不行嘛？凡俗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既决定出家，就应了却凡尘。你还是回去吧。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是不是爸爸还是不愿意回来呀？我连那样的话都说出来了，说我可以去整容，整得像那个陈淑宇一样，当他的替身，可他还是不乐意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妈妈，别着急啊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潘兰，你就吃这个呀？给，这是我拍戏的片酬。给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的钱。攒在那儿呗，以后好东山再起。这不是我的钱，我不要。我以后还会挣更多的钱，导演把我推荐给了他的一些同行，他们都说我挺有潜力的，以后有合适的角色都会让我去演。你以后不要来找我。为什么呀？这还用问吗？你是大明星，我是送水工，我配不上你。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
一开始也是我先对你撒了谎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今天不要走了，永远都不要走了。回到这儿了，你知道我每天都这样盼着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有多久吗？每分每秒。不要生气了，把鞋穿上啊。妈，英俊今天晚上请了几个朋友吃饭，叫我一起去。求求你没事吧？那我去了。啊，好了，我走了啊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不是还有个办法吗？去一下好吗？你只要回答了我这几句话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了。嗯，那走。子成，我们还是回家去吧啊。我现在正是考察期，庙里的主持说了，只要过了七七49天，我还是这么坚决，他就给我剃度。剃度？你要说什么？我要跟你说的就是，就是。啊！你们放手！放手！我不走！快点，我不走！赶快，赶快上车！放下！快点，车上。赶紧把他弄上车！好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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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故意这样的，谁知道会出现这样的意外呢？若啊，他不是那么倔，乖乖跟着我走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哎呀，妈，你别多说了，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看，我们都快急死了。是啊。哎，大夫。大夫，病人情况怎么样了？现在？应该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。但是由于大脑中枢神经受损，可能会导致失忆。失忆？是。医生，那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？应该是阶段性的，但到底多长时间才能恢复记忆，就很难说的，这得看病人的具体情况而定。谢谢你。喂，美丽吗？哎，是啊。晚上7点，我在西餐厅等你吃饭。可是
晚上我有事情啊。你行啊，我有很重要的事告诉你。嗯，那好吧。这就是生活。